不要去动摇知秀的人生，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。你是要我放弃我女儿吗？想找回女儿，就努力当个好妈妈，不要摆出海城集团卢洋浩的女儿的架子。我爸帮我解决了，我可以在面包店上班，继续住在Share House， 当然也可以跟你交往了。是吗？太好了，结婚应该要门当户对才对。他们现在不是说马上就要结婚啊？还是现在分手吧。今晚10点，请锁定《黄金光辉的人生》。